死在你手，帮我带句话给师父。肉眼凡夫，求而不得神仙苦，半容半枯，几人之事长生。散叶，兄被你认死了，真好啊！ 神想起来了，当年怂恿金池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，正是他俩。我倒是这两人都随那场火灰飞烟灭了，谁晓得不但没死，还化成了一狼一蛇两只妖怪。 小神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钟响之后，后山传来的怨气似乎更重了一些。算了算了，你想那么多做甚？现在山里大大小小的妖精都知道你闯进来了，干脆你一鼓作气把他们收拾干净吧。